vintage 咧，其實係睇到以前嘅人做一樣嘢嘅用心咯。咁例如佢嘅細節位啦，或者佢用嗰塊布啦，咁可能表面上係睇唔到佢有啲乜嘢嘅，即係可能好普通一件衫，但係原來佢個車工啊，或者加咗啲嘢落去，而係幫到呢件衫係更加靚。但係而家係好難揾得翻。如果衫咧，我哋主要咧都係70同80年代多嘅，因為我哋就比較中意佢哋嗰啲顏色啦，同埋覺得嗰兩個年代係好出嘅，佢哋個風格係比較癲少少嘅，就好啱我哋。咁邊度入貨咧？我哋主要咧就係會係歐美嗰邊入貨嘅。鋪頭大部分其實三分二都係歐美嘅，咁因為歐美嗰啲咧其實就偏真係主題性少少咯，譬如七十年代佢真係個風格係真係好 hippies 嘅，咁我哋好中意入嗰啲係類似嗰類型嘅。Vintage 我諗一般人會覺得係一種著衫嘅風格咯，但係如果喺我角度睇咧，我就會覺得佢係一種態度同文化咯，中意呢樣嘢啦，其實係會係特別。有少少要求的，因為你喜歡以前的其實你都是喜歡它，譬如布料啊、質地啊，或者它的剪裁，那你出街的時候去看東西，有時候角度都會集中看那個人是不是用心做這件事咯。